这年头都是这样子散发魅力的嘛。前方的李易峰先生，请你适可而止。这不，昨天晚上峰峰现身上海出席活动，一身孔雀蓝西装，再配上武力峰峰这 A 到不行的寸头，今日份酷炫又有范的孔雀蓝 boy 就这样子上线啦。我轻轻地朝你靠，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吹爆寸头李易峰男孩，这可不就是大家口中的男朋友本人吗？不过在意的峰峰也是有害羞一面的，收获来自超模卡拉迪瓦伊原地送来的摩头杀后，在线浅笑的峰峰，请迷妹赶紧签收下。峰峰，原来你也有害羞的一天，这版视频素长真的是要右键保存了。而且峰峰，你也太爱笑了吧，这一言不合就上演微笑杀的操作，是要分分钟把粉丝撩晕的节奏吗？我轻轻地朝你靠，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朝你靠，就像梦的缘故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划重点，划重点，论如何成功逗笑李易峰，只需要来一波话筒就够了。